马进当个咋慌嘛？开会是跟我啥关系？啥都没关系。你女婿啥钱挣了那点钱，你不打火还叫谁还？你现在你不要跟，你就要跟，就是自找苦吃。咱们在这家没结婚的，这我妈知道人家以前喝酒吃人家啥钱，这是还欠来海的账。再说他妈又是浑身的毛病，你都不给女做主，俺谁给女做主？你还学我？恁这是寻我来啥意思？我想离婚，他又讲我爹怕气，他妈我一生病，为咋往的人咋过？我离婚。你这是要离婚，你到底离啥婚？你离婚，然后都给我慢慢混去。你以后离了婚了，你跟俺谁也走到一个家庭，你都不得安宁，人都吃八条心，八条心，十条心我都有的。我爹就混怕气了，也就这来要账，明那个来要账，门槛能起烂呀？他妈都是个样子，啥都做不成，给俺凑上狗，讲整天还精管，把我爹给俺气死。这婚我离定了，我破。他喂，他妈到底是谁的喂？你一天不着家，跑的换的咋啥样的，都知不到过日子。结果你过不下去，把我这么当喂。你俺喂我人都不是一条心，你还想过好日子？以后把你的我心好好了还收，才能过好日子。妈，我就寻过来寻你解决问题来。人家你把我学的，人家你当俺妈都不像我，学我做不对那不对，俺不来你，我走去，坐就往回来，走，你走也就往回来，我都不认你。